有留吗？没有过。应该没有，他不敢留。我就说嘛，在防区。那个人插我们呢。很残忍。被绑了。封烟吗？有烟吗？先起，先起烟。去帮他，去帮他。那个人后面那个摸到我们那个刚才我们待的位置了。好了。你俩在后面，后面。对，就他一个了。是在里面可能。开蹦蹦吧，往后跑了。他跑了，跑了！我他妈平板怎么这么烫？我操！我这个散热器它超得很。我没有用散热器，我刚刚直接黑屏了，我靠！想吃个饭都吃不好啊，好险的呢，哥哥。来上车上车。我们刚才太慢了，你知道吗？快一点就好了。他留了一个人，就留那个反驳，他妈三个人拉枪线拉到这个山上来了。前方有危险。你说是不是傻逼？我操！哎，三个。这个车不能再废了，就他一个上车，应该就他一个。这车再废了就无了，走了，他要走，他肯定动车了，他要走。小心他扔雷。他肯定要走。前方有危险！前方有危险！停了吗？对对对对对，干他干他，就一个。停了。小心扔雷。我知道。下两个。这都能得到我。开个逼车，他妈的瞎跑！吃个饭都这么难，兄弟。就一个吧，就一个。看他的肩膀，还看我们的。你俩都在打，倒了，可以顶围墙。来，
又来一队，又来一队。上车，把这个后面的打了。上车，你跟我。走，我跟你。把这个打了，把这个打了。有雷，兄弟。楼上那个大神，有火二啊！后面又炸倒一个，牛啊牛啊，兄弟们！我操，一顿嘎嘎补人头，美食战，兄弟们，爽的一批！真正的看着让你打，我靠，我都快笑死。学校还有人，学校来，你们发个鱼丸。再吃个猪肉吧。把楼顶的两个戳，你补了，补了，补了，不用，不用点，不用点，真的惨了，我操！我见一点。再来一块，再来一块。前方有危险！
多了。小心头顶这个圈，十一个人应该头上有个人，他们不在圈，他们车也废了。不听人吗？学校的跑了。哎，学校的开蹦蹦跑了。前方有危险。操他个猴子！没事，这里带圈。大杯茶喝一喝。标记了一处地点，上面封烟了。行，可以，我感觉咱们把这边摸一下吧。七个人，房管，你还想进援主播？怎么想的？打起来了。标记了一处空投。下面平房。前方有危险。房子里有一个，是那里，前方有危险。这个树后面。前方有危险。走，开车照。开两个车吧，开两个车。封烟了，要去救。前方有危险。那直接给他嘎了，哎，这边这边骂人起来了，还真能救。不打了。OK OK， 他强制了。你那个朋友呢？那个什么不可成。他对不对？他不在线。对。那你要叫他吗？我还是说我招募一个。招募一个好了。OK OK。刚才是十四分是吧？十四分那就是多少啊？五十六十六十分。哦不对，七十。嗯，这分加的还可以啊，嘎嘎加。
没人进了，怎么？谢谢失眠梦送的办卡，有卖吗？有卖吗，兄弟？有。什么声音啊？这是？打不了，兄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OK OK。有卖吗？有卖。开吧，开吧，开吧。每天一百扫的。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目标定小点儿。不求上大分，嗯，只求上一百。噔噔噔噔，我们人狠话不多。可以。嘣嘣嘣嘣嘣嘣嘣！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飞马上城区吧。飞不去啊，就下层吧，要不？哎，好像机港都没人哎。对呀、啊。下层有一队、啊，那就收机港吧。下层有一队，看到了。我这里有物资，我啥？我需要弹夹。摸下来一个，摸下来一个吗？摸耳了，从山上摸下来一个，下层的。
我靠，人呢？你小心点，我们过去吧。他跑到我近点来了，他在高架下面，他不见了。不见了，妈的，难道人机啊，我靠，不能是人机，已经溜起来了，是不是海边？我感觉我这里有物资，可能跑海边去了。我靠，没这么狠吧，这就敢摸下来，不至于吧。还下海边吧，我一会怕他海边他妈老老溜，摸到我们近点。来来来，过来，你别去排了，真的。等一下他队友，上山头，我们就白给了。对啊，应该不能吧？这么早就敢拉过来？走吧，走吧，撤吧，撤吧，也早了。你再也不可能说话，什么？我再也可能不说话，安安静静看。为什么要安安静静的看？他摸到那个高架下面了，这样的。嗯，带了一个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就可能是匹配的。匹配这种逼怎么想的就过来？他妈的想摸掉一个，直接不是，所以。我这里有物资。那这种，杀一个然后自己就死了，有什么意思啊？我靠！你家喜欢这么搞，人家高兴局啊！那种匹配的，他啥也不说，就过来，你偷掉一个，我这里有物资，人死也无憾，这比你拿什么办法呢？这种人应该段位不高。忙着复习。段位越是不高，他越喜欢这么整。那上级那被老六他妈的假车库，那假车库没有人，他们旁边草地趴他妈是个老六，你说这种怎么办？滴滴滴还用复习啊？我看你们也不上分吧，你们怎么不上分？这开玩笑，我他妈十三星掉到五星了，就他妈信那个狗逼的，有个狗逼话说过说刷那个国服钢枪王嘛。啊，我看你们这是稳上分上的。稳上分，我赛季出去十三星了，可以冲战神的。他们说你打个那什么国服钢枪王的称号，比那个战神好看多了。怎么刷？我看你们谁五千的多的淘汰分、啊。噔噔噔噔，应该是一号吧。噔噔噔，一号是吧？一号那不像狗分的呀。我这个号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哦，那打得可以的。没一直打我，我今天早上打好几个队伍，他们都是这种转点。我这里有物资。下点。这个四倍券啊。我打到十星，这个号我都是全图开车找人摇，都是这样上来的。赛季初战神已经上过了。让我一直。听见狗逼的话，其实战神也没上去，那什么国枪王那个称号也没拿的啊，什么后悔死了。我刚进一个队伍的黄金岛，他妈两个人，他妈王牌九星，王牌六星，打他妈一百多场两百场，拿个四 KD 打黄金岛，进去他说不行啊兄弟，你这太菜了，我说行，我说太菜了。我说妈，我是纯打海岛打上来的，你妈凭你那打那黄金岛，你妈打两百场打个十 KD， 我怎么说话？有人一楼，前方有危险！直接去，就一个，透魔了。这里有一个，前方有危险，啊、这个抓了，就一个，这一个停围墙。抓山上的吧，抓山上的兄弟。不能这么停右手围墙，你停右手围墙，他们山上一会儿过来直接打的。直接在楼上直接上，他妈这个头是我的，好吧？有雷啊！有雷，他丢雷了。他队友在这里，左边打。脚下。哎，脚步呢？我听到了。跳了一个。
这没搞吗？两枪，两枪。阳台有一个，楼梯一个。好。还有个妹妹，憨憨。我什么家庭啊？两把大菠萝，他妈真牛逼。确定你是痛摩托的啊？你那边又开了，我操！开个勾八，我这箱开了的吗？你弟弟也是属兔的，那属兔的是不是喜欢吃草？你看我，你看我这个号，五点多 K， 两百多场，4500的淘汰分。嗯，我这还是，我这两百场带老板。我这相当于快他妈快500场了，他妈的！我5.6 KD， 为什么淘汰分他妈才3900？你要多杀人、啊，我那个号千场 KD 6.95，上千了，我打了，淘汰分好像5-6000吧。这个你要多杀人，那淘汰分就高。一般像现在这个段的话。有4000以上的淘汰分，就说明他玩的还可以，知道吧？我喜欢吃啥？4000以下的就一般般。喜欢吃胡萝卜。4500以上的这种就。我卡这个分数，我他妈我进大拼那种他妈的低星段的。我喜欢吃。我喜欢吃啥呀？淘汰分他妈有时候2000多、3100、3200，然后打这种高星局，他妈又不好打，只能跟他们这种本分。我最喜欢吃啥呢？标记了一处地点。有人吗？不打不打不打。高兴打不过了，他妈的！说他妈一吊人，他妈后期真的难打。二层楼顶，小心啊！小心这房间有老六。我他妈怕摆阵的，他妈这种楼。就是怕摆阵的，所以我不打这种楼。一个人专门来吸引你，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三高楼等你，我操！这层楼没有，这层楼，这里边。标记了一处地点。小酥肉，小酥肉也不是最喜欢的，我最喜欢吃啥呢？我给忘了。这个电话，我操！猛刚，好像没有什么最喜欢吃的吧？跳了，围墙边挂着，围墙边挂着。怎么不倒？我操！就他一个、啊。吃奶，我不喜欢喝奶。回个电话去。但是我喜欢喝那个榛果蜜，蒙牛榛果蜜，那个好喝。没有精神的粮食了，等一下我要下去买了。昨天忘了，我头皮又断了。头皮为什么总是断呀？稍等一下，兄弟们，他要自己反应一下才能。你不知道啊？
哎，不是，这不是三号，三号不是跟我们一起打的那个，是刚进来的那个吗？刚进来是哪个？对啊。啊不不，一号，一号主播。你们搞错了，我操！一号是哪个主播？你去关注一下吗？谁呀、啊？一号是谁呀、啊？斗鱼哪一个？你进斗鱼吗？你跟我什么什么主播？你跟我哪个圈粉名字呀？我说，哎，清风。清风，对，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是不是以前跟他们主播队打的？嗯，我对于我听过一个七号清风呀，我应该就是到房间去开个房管，他直接给我暴露了这个兄弟。他们斗鱼好像以前有个七号清风的，他们七号一个队伍。七二解散了，不搞了。一号是不是就你？是不是就以前七号的？对呀、啊，对呀、啊。二十九个。哎，左边房区有人啊！对了，房区哎，别跳车。哎房区有人，点错了，加油点错了，不好意思。咋样？要加油。掉针啊！房区有人。感觉人不多啊！轰炸区，我操！轰炸区炸倒了两个。轰炸区。黄点，黄点。两个，走。妈，我们过去，人家钱包都走人了，我丢。炸倒的那是。没这么快，没这么快，没这么快。六秒钟拉起来，你算一下。这房区是不是有个金马呀、啊？右边，右边野地上在跑呢。前方有危险！嗯，正前方，左边蹦蹦。蹦子动了，蹦子。正前方动了，嗯，他队友还没救起来，我是被丢地上了，没有要的，打工仔啊。你们要不要填一下播放？让我一直填一下吧。没子弹呢。快点把他衣服穿了。我这衣服好丑啊，我操，还不如我木乃伊好看呢，我操。嘟嘟嘟嘟嘟，黑丝，木乃伊有丝，我操，我不好这口，我喜欢白丝。我掏他个猴子，把 Siri 喊出来了，我靠。你们试一下。嘿 Siri。你这没喊出来吗？我这没喊出来。鸡巴走了，跑路了。有油吗？有油。这灯眼很挡眼，遮眼。这太嚣张了，我跟你讲。人家那些。哪个小笨蛋放的呀？不会玩的，专门扫车，车一下就没了。我有油，我加了。我有油吗？
妈的，感觉新感觉剑尾他妈了个逼的，把这什么，把它放一起了，我操！他妈加油和下车放一起了，刚他妈想加油，他妈直接跳车了，我操！你说读书的时候为什么能起这么早？好用啊，发音。来蹦蹦了。用习惯就好。读书的时候，你改这个键位就想学那个滑步。你早上六点钟就能起床，走路都不会了。走，动动走了吧。好了，我耳机没电了。你开车，我听不到脚步。我开不好，靠你开吧，我耳机没电了。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我是鸟儿，不是虫儿。你们都是大兴庄木的吗？掉灯了。前方有危险。一楼，哎呀，没办法，我这边三个。我操，这什么雷啊，怎么给我扔到里面来了？嗯，我操，可以啊。都没咋动，可以这一堆，我车没开好。还打吗？哎呦！打呀！不带回放。哟，这兄弟掉线了，再招募一个。嗯。哎，他跳车白给用了。嗯。白夜说话，白夜说话。我打不了，兄弟，不好意思。扣了七分，百分分数。我三号是主播啊，刚才走的那个。63。红啊！噔噔，对呀、啊，刚才三号那个三号主播、啊。我说他 KD 3点以下吧。我不看 KD， 我看他跑的分我就知道。王牌17星，我操，大哥。有麦，你怎么跑了？现在再绑6200，6200几星啊？6200、5900、17星、18星、19星、20星、21星啊！对呀、啊，21星啊！
可以的，还有三周，你应该能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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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还差三百多分，没人来呢，怎么？断机了，四连机断了，可惜。有麦吗？有有有。OK， 来来来，准备准备。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来，兄弟们，给你们召唤一波小鲨鱼啊！大家喂一下，我上一把忘记开盘了，再开一个。让我一只爱个狗。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加速了啊！让我一只爱个狗，我操！怎么这么多人？我操！战队人太多了。我看一下，等一下我们转下层去训。西港也有两队啊，哟，下城也有一队，两队啊，两队啊，我们慢了，打吧打吧，下城也两队啊，妈的，得打了，他不打我们打谁呢？他没看到我们。隔壁楼一个，然后房顶一个。哎呦我操，这怎么了？走，稳点稳点，太穷了。
我这里有物资。倒了。OK OK。两波枪有点满。标记了一处地点。这个高楼。要顶过去把他吃了吗？现在他们人不多。得吃他，他就一个，他就在一。就一个人在这个高楼。不行，不行，我过点过不去。一楼，上二楼了。上二楼了。二号，等一下，二号。见了，在几楼？上，上不去，上不去，他那边架墙了。上楼就挨打，你别看，你别怪了，好吧，一号一号过来了，没事没事，你救救人，救人，不正雷了，找一个，我操！哎呀！太穷了。哦，我操，掉这么多，40分。白吃鸡了。白吃了呀。我去。嗯。白打了。嗯。我他妈维克多没子弹，就他妈19发，我操。我一发子弹那个人就倒了，你拿他们他们打了。接子弹，没想到他还有子弹。太穷了，咱整个行了呀，不行了，有点拖后腿，这么硬搞。看跑点分，死去一下子就低了。噔噔噔，39，24，
哦操，一把挥刀解放前呢，哦，梦回十六仙。打麻喽。没有高新人呢。三把白岗，谢谢蝶花送的蛋卡。刚才我着急了，刚才急了一下。麦吗，兄弟？有。OK 啊。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没有没有，我第一波就着急了。第一波就被他给打残了。我待会儿给他关掉。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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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我一手就没了，他们队里面还有两个活着的，我一手等他队友包过来我就没了。一队，我吃的小酥肉。他想去拉车，
赢了的。这儿有一个，标记了一处地点。二楼，二楼客厅啊，客厅那个角落。还有两个呢，还有两个，不知道。前方有危险。好了。前方有危险。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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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开车不跑了，接他队友去了。啊，这个傻逼他妈的 AK， 我操！一看就没有不会卡楼梯，我还以为他没枪呢。一把大 AK， 我操！他们两个肯定去那个小河了，小河大河肯定的，让他们帮我们搜一会儿，等下直接就给他嘎了。哎，怎么卡住了？有点穷啊，二头二甲都没有。我这里有物资，我这里有物资。那些难以启齿的柔弱，我不是胖子。走吧，去给他们抓了。他们应该是做的差不多了。你开车，你开车，兄弟。有没有二七甲呀？我这里有物资。我是一滴。走走走，给他嘎了。这小河挺肥的。走啊，你把车开过来。OK 呀，我操，肥的一匹。没有精神的粮食了。我不是啊，不是不是，来给你们发点鱼丸啊。小何他们应该已经搜完，哎，嗯，看错了。
小河论道理的话，他应该说完了。绝壁在大河里面，不用开车，直接摸进去我。摸进去多难找啊！等一下你被阴了。找你找不了，你搜一下也行啊。你摸进去，你开车进去，他绝对不漏的。那两个人绝对不漏的。开车找，真的开车找，牙被阴死了。掉针了，他们就在这里。我操！你这样他妈谁敢动我？他可能都没来这儿，车都不在，他把那个大上吉普开走了。出不去。那去 L 城看看呗。轰炸区哦。轰炸区就等一手呗。标记了一处地点，我这里有物资。救他们！这儿呢？开走了。前方有危险。走走走，妈拿去没了。区，我操！走走，追追追，快！哎，卡住了，还撞了，在前面。前方有危险。傻嘚儿，我操！就他一个，去二楼城看看呗。欢迎力哥，换一下呗。需要五好力哥，不换了，不换。直接进圈。谢谢力哥送的许愿摩天轮，谢谢力哥，大姐，感谢力哥的许愿摩天轮。啊，三号，你说话呀，三号。又匹配到一个粉身，那天那个小姐姐怎么样了？那小姐姐不知道啊，那个前天带她吊打分了，然后就不和我玩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说难，你记住的柔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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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让我拉过来，他非要说他先把战神上了，他才进群呀。
海里，追那个蛋吧。没有，带他掉了点分吧，然后估计生气了，就没砸我了。一点是多少？二十来分。左边。下去了。前方有危险。左手。在前面。前方有危险。烧倒一个，没了，还有一个，打残了给他。烧死了，哟，我那个雷是怎么炸到你的？我明明丢了二了，弹下来了吗？弹下来了。哦，这样。你说难以去吃。好家伙，连个扩容都没有。连个妈普通快速弹夹都没有。好像。没钱背信儿，我捡个背信儿。我就填下那两个包吧。妈太穷了。哦，这俩太穷了，这俩。估计那俩要肥一些。下来一个，然后车上挂机一个。有背景吗？这个包？没有。走。空投好像落那个研究所那边了。OK 啊。前方有危险。左手。被捡过了，捡走了。
大狙啊，我拿手。地上有个新的生意头，二号。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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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飞！哎呦我操，没飞上去。啊，车撞一下。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兄弟们，卡点了，卡点了。记了一处地点。噔噔噔噔，咋了？两个车都卡住了。噔噔噔，金马，金马，野地上，双仓，停了好像，开过来了，开过来，准备啊，他要咬我们。最后一个，一丝血，一丝血，一枪死，一枪死的那种，真真一枪死。对对对对对，牛的牛的牛的。我还是大祭山不要命的。这局稳了。爬爬爬进去，爬进去。这局帅吧？可以啊。直接给你扫下来一个火力，大钩三，你们拿呀？这人一梭子摁到底，我还不带松的。那人直接懵逼了，我操！这队还挺凶的，他妈的有G3，我操，就是不一样。这好像就有点难撞了呀，这样。标记了一处地点，我标记了一辆载具。来车，来车，来车！前方有危险。屌啊，凑下去一个，这车加套油吧。好了，这个居然回来搞我们了。干啥呀，一号？我在挪车呢。玩起来了。玩起来了，玩起来了。他们不是去山上了吗？来金马，前方有危险。
差一点。基本上炸了。这把有两个 I 单字 ID 啊，山顶山顶，前方有危险，看到了，这边来蹦子，舔包。前方有危险，标记了一处空投。这舔包。他车轮胎废了，死了呀。跑不进来了，要被堵死了。堵死了，下个圈堵死。标记了一处空投。下个圈还能隔片。怎么说？提前去把谷仓占了。走啊，走走走走走。谷仓没人啊，现在。直接去，直接去，我俩会。别舔了，这空投别舔。去谷仓，去谷仓，哥们儿，跳车啊！海边厕所。哎，我的天！3S。3S 不是跟 bug 合作？这么硬啊！前方有危险，前方有危险，那独狼绝对进得来，对，一个骏马，骏马车很近，我操，被别人打了。嗯，被别人炸了，炸了两个。嗯，操，我还做了好多助攻。怎么卡了呀？他们还不嘎，我操！这个圈，过来就拔雷，我操！前面两个，前方有危险，后面应该，前方有危险，有两个，他们在悬崖下面，估计是在。我去把悬崖的那个人头给他收了，你们卡住啊！
小心。我掉，跑哪儿去了？标记了一处地点。这怎么分那么些烟啊？这里标记了一处地点。那就是那个毒里面的。从那边要上来，最后两个进集装箱了是吧？死完，牛啊牛啊！提五分，哦，我不打了，你们打吧。 OK OK 下棋了。嗯嗯，拜拜拜拜拜哇，星星这么高。我也溜了，兄弟们，我也溜了。拜拜拜拜。换个队伍吧。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嘟嘟嘟嘟嘟嘟嘟。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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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婉玉？嘣嘣嘣，嘣嘣。踢的。没有好的队伍呀。上分吗，兄弟们？上分吗？上分上分，那直接把他踢了，走吧。那不行，就点打三匹吧，能打。那我刚刚在点单了，怎么办呀？没事，把他踢，把他踢。哎，你也能讲话？是了吗？现在？小鱼仔能打三匹吗？那三匹，那你们打吧，我溜了啊！拜拜拜拜。哎，没事没事。哎打三皮，谁和你打？不和你打。嗯找个队伍不好找。上分吗，兄弟们？上分吗？等一下，回个消息。猛男啊！我操！一个锤子，你们挂逼！我操！我们看一下那把是不是。他那把还没吃鸡，第二名，我操，傻逼！什么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直接大加油，特种兵！透啊！开透抓单，他们就开个单透吗？这个视频告诉我们啊，应该是单透、啊。这个事件、啊、告诉我们。没事的时候在出生老婆在大别人面前挑衅人家，妈他就是站人家面前那个三宝一他妈站人家面前挑衅人家落地就来抓他了。
而且那个挂好像还就是三宝一，妈他取个名字叫专攻三宝一，你妈你那他妈落地他妈收完装备他们就过来抓他了，我操！标记了一处地点，笑死我了！五个人大礼包直接回家睡觉，直接睡觉去了估计。你说你在别人面前，你说你在别人面前啊，那个无所谓。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39吗？我改一下。三宝一。Let's go, let's go。 哥好像撞好友了，你刚刚看那个名字好像也是王洛宝超雄一样。哎，撞他妈亲爹都要摁死他，我操！蛮女的，你那么汗粗，我掉了，掉了，掉了，哇，666，我操，666，这个比他妈专攻三宝一还狠，666，要死哥他基本不值，我也不知道我。嗯，这个毕业我操猛猛的，这名字我操，那他妈还好我他妈被强制了，这个慢我操躲过一劫，我操的不然我也裂开，他一把干到16星，舒服，别裂了别裂了，我 Let's go Let's go 那个这个专门我妈电话三次了，我想再见跳儿啊兄弟们，哎闪给你们，你们跳你们跳你们跳，给别给我，别给我，给别。你跳八洞，哎，你们跳，你们跳，你跳八洞就行了呀。哎呀，我不会跳啊。你跳八洞，别跳二段啊！跳八洞，兄弟，不要等我跳二段，妈的被围了。八洞是哪儿啊？我都不知道八洞是哪儿，是这个这门黄点儿。你数一数，是这个吧？你数一数，那才启动。一二三，我数到七栋啊，不对，哦哦，三加三加二，啊、对对对，是八啊，没错。OK OK， 你数一数。妈的，先去找辆车，我操，别他妈送完去找车，先找车，嗯，一段有一对，二段有一对，一段有一对，我拉个车。来，我去拉个车。嗯，先他妈去找车，我操！我他妈的，我这儿有车，我这儿有车。OK 呀，把他给捏了好吗？还叫陆宝超凶呀！我他妈呀！我操！只要不是挂你妈的，他妈一个妹子是给你他妈的，妈你真不是给人操了。Moscow。靠，我需要武器，妹子菜是妹子就是理由吗？我操！这说的都对，我这里有物资。不是你爹，我手没空，我能不能拿脚拿？能不能拿脚拍？等一下，等一下，我这是顺着台阶下，我操！你说我说的都对，我开盘开盘。666，你颁个奖好不好？你先鼓个掌，别颁奖。不想给你鼓。哎呀，开盘了，兄弟们 ！Moscow， 对不对？嗯。我说的又不对啦。啊！对对对。啊！我是你爹。啊！666。给你颁个奖好不好？嗯。先鼓个掌。给你颁个奖好不好？先给你爹我鼓个掌。把你妈的皮给他抽、啊！这个女的不回我，怎么还急了呢？我操！给他发消息，他竟然不理我 ，OP 呀、啊！被他拿捏了好吗？你问他不理你吗？脱裤子！我他妈连打带补。这个狙你打不打？啊？这个狙打不打？哎，他开的关在你妈的，老子关在操你妈！哎，鸡巴！你他妈好狗啊！你妈了个逼！快关键给他抓了，我操！待在渔村，待在渔村嘛，走走走走走，给他妈连打带捕。啊，和 VC 的啊，兰博的俱乐部的。兰博不是被插吗？一个二 KD， 应该还有个 VC 的陪玩，应该是。哎，小，你那你不就没了吗？哎呦，操！完全融入不了他们呀，嗯，声音放小点。跟人在面的事你真是一点都不做、啊、
啊，有没有 M 四啊？好烦呀，好烦。喷臭。主要去抓他，我操！是不是 KD 啊？你妈的，你妈抓个鸡吧！你妈了个屁！老子观战他，你妈战我，我他妈去抓他，我他妈疯了，我他妈好友还要不捞他？你妈这是我老板，操你妈滚！碰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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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臭！不抓你跟他逼逼逼逼逼逼半天逼逼啥呢？啊！哎、我了我笑了，你一套组合拳送给他要去，哈哈哈！口吐芬芳，我都不知道了，我操！口吐芬芳，口吐芬芳，他妈在那逼逼逼逼半天，我操！我他妈以为你介绍啥呢？我操！你妈只要给他妈讲了半天，来了一句他妈逼我老板，我操！那你们还要不要去送个人头啊？我操！这把他妈我们直接三匹一了，你过去送吧，行不行？那不用了，那大可不必。那你看个勾八呀，看。那有时间他妈看人家观战。是个陪陪，是几号来的？就不抓人家，该打就打。哎呦，那现在天就该打就打了，我操！对啊。又不打了，我操。莫斯科，莫斯科，不啦啦啦啦啦啦啦。想啥说啥，就啥说啥。妈这么穷啊，怎么这么穷，不敢过去了，等一下他喝的，有人摸过来了，嗝屁的，快跑，七十多个死了掉大分了。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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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不要不如打他妈三百 AK， 那你就打三百 AK 呗。那我他妈毕竟一把枪啊，厉害了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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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你有意见？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呀，连个药包都没有啊，怎么回事？听着牌，我操！一般我生气啊，一直叫我一般都选择给他毒哑。啊，六六六啊，六六六啊，刚才讲好不好？啊，六六六，我操，你哎，火速版，哎，火速版，啊，你好斯文啊！我他妈的，村口的狗叫一般都是吃崽的，明天狗肉包了。开锅！我操！六六六，主要不喜欢吃狗肉，你知道吗？妈，狗当然不吃狗肉了，这是，哎。狗又叫了怎么办？哎，咱不吃狗肉他妈的，狗要吃狗肉算了。我不理解啊，我靠！你听，村口的狗又叫了。东北那那个。所以他们没有单子在这儿打号。他妈，我听这声音他妈像太极呀！我操！嗯，怎么回事？他们是哪个陪玩团的？我操，那我不加油了。Moscow, Moscow,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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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哎，兄弟们，兄弟们，你们是哪个陪玩团的呀？谁当陪玩？嗯，我都不当陪玩。刚才有个兄弟，不是说谁老板吗？我自己老板，是我自己老板，这不行的，这不是行的老板。哦，不是陪玩团的老板。嗯。自己找的，我操。走走走，火速进圈圈。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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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前方有危险！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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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嘟嘟嘟嘟。好像进了仓里面。看到你们抽灵根。标记了一处地点。我为什么刚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开着过来，而且不是在马路中间吗？人呢？他这玩意儿是能坐着走的是吧？你妈怼下去看看不就知道人家在不在里面了吗？啊，我不管了，他妈的管他个逼，管他个毛啊！他妈他那个玩意儿他妈是个，他那玩意儿他妈是可以坐着走的。管他个逼！你这素质真的是打得好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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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五六两百发，你们谁要？我操，烂背包了都。不能给我。就包不。哎，你看，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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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哼，离谱，咱这俩人。是不是这个 VC 啊？秋和。来事了，咬咬我。上车，上车，快！走走走走走。你过来了，你打你们打。哇，这大牌鸡妈狗都死了，妈的！妈是的，都掉了都，我去你大爷！好了吗？好了，狗鸡巴大盘鸡，老子以后再用你们好的狗。带我一下。啊。没事了。妈会吃玩意儿，我妈的没饮料了。会吃玩意儿。给我这一瓶。带桶油一号，那包里有桶油。火速溜！带油，带油，都带的，这车没油的。那直接加呗，真的都加完再减呗，我操！加呀！我想下楼去买两包精神的粮食。去哪呀？我操！这个展车库吧。莫斯科，莫斯科，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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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他们这扛度扣分呢？怎么回事？这帮人下把不和他们玩了，不和他们玩了，重新找。就会这一句，你等着我现选。We can drink more pain。Window drinking more。Window drinking more pool。呸。少侠好车技呀、啊！过来撞一下，别怼！我说我三个，我队友三个战神，他给我来了去，哼！我队友也三个战神，你妈了个逼！我、啊、操了！你们打药，你们打药，准备。他在哪？观战一下。
过去给他打波遭遇。懒得 P 杠。开车。还在 P 杠。对啊。下面谷仓有人，下面谷仓有人。这他妈下面是下面，这下面有车。谷仓二楼有一个。前方有危险。一楼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围墙就有一个。标记了一处地点。左边没有人，在左边。可以等他们出车啊，他们车好像在后面。上来开车了，有一个上来开车了。标记了一处地点了，有人过点。不用出，他们车在后面，他们车在后面。炮楼一个，他们车在后面，等我接急火车。炮楼进去一个。开车了。我操了，这车。上车，上车。新的蹦蹦是不是出来了？是的，那个出了新蹦蹦，昨天出的。不打吗？怎么看？我操！整音量吗？那个？先不打，我操！那么憨的，我。你那打走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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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敢的来多利鸟去你妈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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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来了没啊？我操！等一下，我车没开好的话，他们肯定要骂我，不开。让他们自己开。我两个蹦子，你俩二级不开不开不开，他妈死二遍！妈的！哎，祝你他妈聪明啊！你他妈聪明啊！他妈的，操了！你爱走不走，你坐我后面也没有关系，你随便。他妈的！走到哪点去啊？选点啊！我操！妈没，妈操！没一人选点吗？没人会语音吗？是他妈直接他妈这边还用选吗？我操！妈的，他天天的想法他妈就跟他妈所有人都懂他的想法一样，我操！我操！上次这个圈不是你说的扎这边吗？你说话给你妈放屁呀！哎呀，我天天我他妈说了他妈你就来了一句那点不好他妈的。人家一说话就在那挑三拣四的，金色好看吗？嘎嘎好看。不好了，你说话跟你妈放屁似的。啊，你上次说这点，我什么时候说不好了？嘎嘎亮眼。没错。对对对对对，三个奖好不好？哎，能不能别他妈天天学我说话，能不能自己创新？谁他妈？谁他妈？啊，我给你。那这句话是谁他妈说的？我操！啊，这谁他妈说的？我操！你说的都对，你就是和平精英的神。我不是神，我是你爹，我操！你就是和平精英的神。谢谢谢谢尼哥的星光大火箭，谢谢谢谢尼哥。嗯，我不配。大气，感谢尼哥的星光火箭，谢谢。Moscow, Moscow,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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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蹦蹦蹦蹦蹦蹦！我有病啊！我操他妈挤我干够吧！我他妈都减速了，还没挤我。
不许唱，我就唱，我就唱。妈的，职位太悬了，老子还是你妈带个一系统。想唱就唱啊，唱得响亮。他们进圈了没呀、啊？能换一局唱吗？不可以。那三个战神带他狗分是吗？我操！在桥头。啊？桥头。我操！三个战神顶尖陪陪，我操！顶尖运行。妈的！下吧，不和他们玩了。哎呦！我才发现你这个顶尖陪陪的两只老虎爱跳舞，小兔子乖乖把路过。这不是越陪越陪吗？你懂我意思吗？这两个字，你懂我懂什么意思吗？这两个字。我操！陪的越久越赔钱。真他妈有你的，我操你个！他们死了没呀、啊、我操，他队友是不是就是那个吊打各大俱乐部啊？吊打自己俱乐部，没了。走之前给他们打个广告，让他们去游戏大厅里面输入 QF 六六六领取礼包，是吧？花宝超级美吗？花宝超级美，对，超美，超美。嗯，绝绝子，他的小小配配，绝绝子。以他们这个尿性的话，我感觉他们肯定先骂我一嘴，然后再把我踢出队伍。翻。标记了一处地点。不把车开进去吗？这个笨蛋。还有油吗，兄弟们？这个大车没油了。哎呦！太油了！哎呦！一伙他妈的，他队里面就他妈他这个男的，你妈投给他了，老哥，投给他了，投给他，快来，投给你妈摁着打，你妈那个逼 ，CKD 那个逼。打倒了他们亲爸，我操！吃废了吗？干不开了。妈的，六六六！小兔子乖乖拔萝卜，噔噔噔噔，什么？读狗视频，你在干什么？最近你要金色，等一下微信联系，是不是马上就有？要有三天，你看，刚才没看到，怎么会假装没看见啊？说金色安排就安排。现在问一下，
那个，你把那个游戏 ID 发一下，我让他加你。哟，我操，投屏断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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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他的配备自雷了没有。前方有危险！我逼了半天没开麦，他妈的，他们在仓库。他们在仓库啊？嗯，在右边那个仓库一点，在右边那个仓库，绿标。他几个人？三个，他一共三个人。老板死了是吗？老板没死。老板是我老板。他没死呢。花宝，我老板叫陆宝，陆宝这个才是老板。他们那边还是圈呀！我操。我们也是圈。刷的几率很大给他们的。他说他队友是淘汰王，这句话老子听不爽了，一会儿给他摁着打。可以先顶啊！我操。踩一个去炮楼，我操！你们在看哪呢？我操！踩一个去。前方有危险。要不是一起去，他妈的，我们两个，我们只有两辆蹦蹦。前方有危险！别呀，他妈的，拉拉拉拉拉，别对了！再圈！我操，这逼他妈给我两枪头，脑门都干坏了，我的！哎，两边冲，爽吗，小伙子？妈，出来给他给卡死了！脚步，近点！不用，他死了应该。哪家女人已经死了？知道你们怎么进圈？我不知道你，反正我他妈开封谷，我只能带一个。你他妈回来几个人啊？小兔子乖乖拔萝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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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可干屌他妈的！哎，去看后面那个，标记了一处地点，后面有个那个车，吉普车，快兄弟，快开车去，围墙。妈，我一个人去啊！去啊！我操！我一个人去。那我去，我和你去，走。我操，没油的。不会吧！我他哥要毒死了！我操！哎，走，救不起来了！哎呦，我操！你应该先打药再动车的。哎，往前面推，这边不带枪。扫个轮开得太慢了，扫个轮干。哦，这兄弟白给了。前方有危险。哇，这个也毒死了。那个也毒死
天，这个兄弟也要死了。哦呵，哦呵。让你们提前过来踩，就他妈非要卡他。哎，快跑，快跑！上分吗，兄弟们？哑巴队，我操！他是谁？是这样的。他真是张老师 ，Hello。啊。有有有。打呀打呀，上分吗？上了。啊。你带我们狗分。带我狗分。对。可以可以。我的狗分秘籍，有狗分，有狗分秘籍吗？为什么我滚不上去？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莫斯科，莫斯科，蹦蹦蹦蹦蹦蹦蹦。啊！刚才那个，我微枪炸倒那个人包里有吗？玩了十个赛季了。嘟嘟嘟嘟嘟嘟。我连六星都没上过。嘟嘟嘟嘟。我跟真心的打过，就是朋友，他们爱跟我玩，然后就。嘟嘟嘟嘟。虽然现在已经都删了吧。看，你看我外头跑给你看，看，我不看我，不要看，看我，看我，你看，看不看？没什么好看的。有，我第一次跟这么高段位的单。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我都没注意，有的话应该被他们捡了吧。早上起来才打的。我吗？嗯。我通宵啊，我三点到现在。啊？你没睡觉啊？我上班呢，我晚上上夜班，上夜班是打的。我白天下班的时候就打一会儿，打六个小时就不打了。哎呦，你精神好。你上班？但昨天晚上你也打游戏了呀？我就是晚上上班啊。晚上上班，晚上打游戏，边上班边打游戏。你什么班那么轻松，还可以边上班边打游戏？对鸭子。啊？对鸭子。